此生只对你一个人好。这七姑娘可是你要找的呀？想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有些恩怨与你无关。就算你要与全世界为敌，我也必然站在你的这一边。他要从我身边把你抢走，跟我走。现在恨不得就把他碎尸万段。狭路相逢，没什么可怕的。